这么多相像之处，我该如何理解？尽早落地宁波的波波，看着穿着卫衣都挡不住的胸肌，最近真是没少长啊。前几天的赞赞，穿个 T 恤也看得到明显的胸肌，还有这张，真的是我免费能看的吗？两位老师最近猛练，是要 battle 一下吗？胸肌像也就算了，可这腿毛是怎么回事？说好的白萝卜腿怎么也像山羊腿靠拢了呢？还记得那个对腿毛很执着的波波吗？一二三一落地，一跪，二一弄他。当时小宝这个不服气啊，不停的给他哥看他的腿毛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昨晚街舞的波波，舞者表演的时候说，哦，一个他会把你当做全世界。看波波这表情是想到了什么呢？是不是你哥这明晃晃的说老王是全世界？我猜一定还有新规不知道。这个抱拳的雕塑就在去洛阳的必经之路哦，所以这表情果然正主的 CPM 比我们还重。